这台上耽误时间了，那我。拐李先师道法高，钟离谢直辞汉朝，国舅手持阴阳板，采荷丹阳品玉箫，洞宾杯见清风客，国老骑驴过赵桥，仙姑近来长生酒，香紫花篮献寿桃。这玩意儿没有说那么些个的，说这么几句啊，这叫定场诗。今天呢，说一段单口相声。这是干嘛？不说。嘚嘚一个嘚嘚，自个儿带家伙来的。不说不欠是不算电，说了欠呐不见我的面。他在前街走，我在后街里转，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。他倒说腰里他没钱不得方便，咱们改日再给，咱们改日再见。这是唱上戏了。开的是店呐，卖的是面。卖的是面干嘛？也卖面的，也卖饭。嗯，一个人吃半斤呐，仨人吃斤半。嗯，事而不死啊，是事财不散。这是戏词吗？这个？在下王老好的便是。哦，在这个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座学小的店房。啊，现如今呢，有这么一位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。哦，来到我这个店中住了那么个月有余了。一分钱也没见他，不给钱。现在我是大掌柜的，也不送米了。嗯，是二掌柜的，也不送面了。嗯，三掌柜的不送煤了，是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。呵，我这个买卖眼瞅着是俩六一个腰啊。怎么讲呢？要眼猴啊。对，好像。今天这么办得了。嗯，你管不着啊。嗨。我得把这个秦二爷请讲出来，我跟他借几个钱使唤。还贪？就这么个主意。哦，要钱。因为我们开这个店房啊，稍微的大了一点。有多大呀？老们大呢。呵，比老们大还大，你看。比老了还大。哎，因为我王老好就喜欢这大的。嗯。这个秦琼在哪屋里住，我还给忘了。想不起来了。啊，那没关系。怎么办呢？喊一喊。你喊，我这还说不说了？山西人啊，你怎么听出来的山西人？秦二爷在这屋住啊？没有一个正常的，这才是山西人呢，知道吗？刚才那是交界。这嗨，秦二爷在这屋住啊？嗯，这是外国人呐。他们这连外国人都有，就别吹了。可能是法国人。嗯，怎么听出来的呢？这个哪儿去了我的爸爸？嗯。哇，还是个大家庭。嗯，叫秦琼的不少啊，这里头。干脆请一声，请一声吧。店家有请秦二爷。看看这个，行，卖馄饨的出来了。嗯，挺好的昆腔没听见吧？啊！只能一遍。嗨，点之动，二爷不远送了。你把我轰出去了，那怎么着呢？别轰出去呀！您请上座，有话跟您说。还得上座，哎，上座，上座。哎呀，哎呀！对对，对您来说太高点了。他让我下边坐，下下边挑战自己。那就看您那么请大角出洋相，好了，坐这儿就坐嘛啊，坐这儿啊，坐这儿。嘿，赶紧照相啊！哎，该小瓷娃娃了，嗯。还真翘着，嗯。哎呀，书里。啊，您看这个，您在我这个店里啊住了有些日，严之洞。哎，二爷，将你家二爷秦将出来，可是吃酒啊，还是用花的？好家伙，请出一恶格来，请出一恶格来，嗯，我就请出一恶格呀、啊。这个几
酒啊也给您烫好了，菜呢也给您炒得了，拿来我用啊。您先等一等吃，嗯，我跟您说点事。你这么待着难受不难受？还挺美的。我跟您说一声啊，这是他们说书那凳子，高是吧？也分谁坐。哎，这行了。上炕上锅。我跟您说点事情。讲。哎，您在我这个店里啊，还真能想得起来。您是站着的，是坐着的，就是靠着呢。靠着呢。我靠。住了有一个多月了，哎，分文没见您的呀。哦。啊，现如今呢，我这个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呢，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。嚯，一时不如一时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，嘿嘿嘿，一阵儿，嘿，不，一阵儿不如一阵儿。行了，还说呢，睡了。那站着也能睡着，你看看啊，靠着呢。行不行？嘿，行行不行？醒不来了。长眠了这位，嗯，睡得还够瓷实的。有花儿，我有主意。嗯，啊，一句话准起。您这撒意什么不行？这个我睡着你。嗨，来给二爷端包子。哎，少来醋啊。哎，吃货你知道吗？什么馅的？没有包子，我这有个锤子知道吗？什么呀，一说事您别睡觉。怎么回事啊？您在我这住了一个多月了。哎，您还这么咱交流啊？你说住了一个多月了啊，一分钱都没见您的呀。您把您请讲出来，跟您拆这俩钱似的。进殿之时也曾对你演讲，您说什么？待等那蔡大老爷公文到来，与了我的回文，自然有了你的一两。一跟您要钱呢，您就拿这个蔡大老爷顶门。嗯，两跟您要钱呢，您就拿这个蔡大老爷堂账。对，这个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，等他一天。哦，一天好等。嗯，他要是一个月不来呢，等他一月。要是一年不来呢，等他一载。嘿，他要是一辈子都不来呢，你就等他一辈子。谁跟你合脱了这儿？别起哄。要不看你们俩人说的。今天把你请讲出来呀，实话实讲的跟人借俩钱使唤。嗯啊，您要是给我钱呢，还得罢了。您要是不给我钱呢，嗯，我跟您这么说，你也没穿着树叶，今天我可要扒你。怎么怎么着？你要剥你家儿爷？呵，哎，这个解恨口呢还剥呢，刚才那人你不是没瞧见，那这么练出来的，说扒就扒。哎，摆正了好看，你这玩意儿。我怎么变这模样了？我这是啊，会点穴呀他。哎呦，坏了，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！我这个啊，赶紧的给我治过来。我来时候不是这么来的呀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这么样走寒碜呢，我这是啊。劳驾受累您吧，您给我治过来得了。连声都变了。我这么样我这功力长了。哎，我是戳在上边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那说话怎么音儿都变了呢？你瞧瞧，回来了呢。啊，好玩剥你家的儿爷吗？那是，我就别剥了。嗯，这玩意儿怎么话说的呢？你这玩意儿要钱他也不给，打架还不是他个儿就。那还有主意没有了？个头比他高一点，这么办得了啊。山东爷们都是红脸汉子，你要干嘛？今天我要给他显教显教。哦，羞臊羞臊他的面皮，要喊秦二爷。嗯，您要是不给我钱的话，嘿嘿，今天我可要给您显教显教。嗯，任凭于你。好家伙，没臊没臊。街坊们，邻居们，嘿，什么味儿？你这手，你该头头了，你都腻上了。休得闲教，有了之一了。你还有主意呢？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取之草头，将我那匹黄骠宝马带至长街，将它卖了，还你点反账，也就是了。哦，您就甭提您那马了。要卖马？您那马不露脸，这么办？我牵出来给大伙看看。哦，我牵我这马给大伙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模样，你这玩意儿谁要啊？这赶紧照相、啊、该有要的、啊、这有的嗯，这马还擦
烫头呢，这是。这就是要卖马呀！你哪里晓得，此乃宝马良驹。哦，这还是比宝马简直喽！哎，大呀马！这好，卖马下去不？要了他的命了！哎。这是要唱啊，康浪脆嘞，康浪脆嘞，康点指的东带过了那儿，你个儿冷的东心低了，哎嗨，慌表马那儿，你个儿冷当给你个儿冷的东当当当当，里根儿当地当。你踩摁钉儿，这弦儿原来是宫里的。不要的，谁是宫里的？您是吧？要在当官。好，好，你，你自个儿来吧。提起了此马来。头啊大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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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部堂黄大人相人欲砸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，欠你的电饭钱无奈何卖了他，摆一摆手儿你就欠去了吧。这好家伙，就是要卖要卖马，但不止此马，落水钱家伙改梆子了，这还真热闹。哎，我也来两句。你也要唱。我的生在吉阳湖西呀！哎，刚起来去，刚起来去，刚起来去，刚起来，刚来刚一大饥荒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还有饥荒这里头。火火让命走天涯，有人知道是相骂。无人知道富豪家，江山儿已在厅堂下。得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咣嘞咣嘞咣咣！什么呀？踩炸弹上了，这是。铁罗汉缺少金袈裟，烫黑烫，敢等院子一报。哎呦，到我了，报！召唤我神，有何听用啊？哎，啊！赐你一支令，兼命你水淹四周城，去吧呀！啊！一台的王八精啊，这是！哎，你说错了，重来吧，重来吧。词儿还不成，我听那词儿。哎，何事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报什么呀？没事就是好事。哎，有事儿？哦，有事。哎，有事也不像话，不知道什么事。哎，这大街之上见了一匹黄标宝马，谁的词儿啊？你的词儿。大街之上见了一匹黄标宝马，你带怎讲？大街之上一匹黄标宝马。哦，小子带路，连忙追下。哎，追下。哎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，杠！店家有请，钱二爷。馄饨、豆汁儿。下面小三儿嘞，粽子、切糕，你走吧。石头、玉环三影、火羊铁火，您别叫这名儿，饽饽、馒头，行了。您是秦琼，这也红吗？你这也就是说相声能唱出来。说错了，多新鲜，说了别吆喝啊，店家。哎，那买马之人现在哪里？那不就在那儿呢吗？在我看来，买马人在哪里？又该我了。买马人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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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马俩瞎子，
你这这么近的看不见吗？这个哦，在这儿呢。你钱包已经在他兜里了。这好，偷东西来了。这都看不见，来，怎么了这是？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邓邓藏，啊啊！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摩哈摩哈。哎，你怎么多了一句？你脸怎么红了呢？精神焕发。怎么又黄了？黄冷胡子辣。怎么又绿了呢？他照的。谁照？我抹了一层日本芥末。哎，秦先生，哎，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？还没到那儿呢。他得问我不是此地人士才行。你走了，你走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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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都是进不了戏了。说此地人士，我请这位仁兄讲话。仁兄啊，好说你狗熊。什么呀？仁兄，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啊。问你呢，俺来山东的马粪蛋。这呵，能看出他本质来。去你的吧！什么叫马粪呢？俺是，俺来山东济南府的人士。哦，山东济南府某有一好友，兄台可曾知晓？有钱的便知，无钱的不晓。嘿，哎，你怎么说？有名的贬值啊！行了行了啊，有名的贬值，无钱的不消，还是财是离不开钱，无名不消，无名不消。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，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就是那姓秦名琼，字世八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此人不提倒也罢了，他落魄得紧。人有穷富，娃有阴阳，何必落魄二字？就是在这下，啊，你喝了 DDT 了，他吓我一跳，这娘们疯了，就是。怎么着？你是秦二哥。秦琼二爷，叔宝，哎哎，八哥，嗨，出这么一句，哪个事儿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换我。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？对了，这才到这儿嘛。我也说这儿说，你问的是他，对对，想了当初什么呀？老子的队伍，你们就别跟人唱，好大的回音。哎，太别唱，不是不是啊，唱老词儿，老词儿老词儿，老词儿啊，贤弟，你家二哥好是不好？好，可惜二哥不是你的亲爹。废话，您说什么呢，奶奶？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。越来越乱，咱们这家人可够乱的。八一三，别长调门了，这不对，不是现代戏，老词儿。打家伙，扛啷起来，扛啷起来，扛啷起来，扛！心中恼恨之过量，李泌孤王过长江，龙潭虎穴过去闯。扛这个，扛！职上马心不太高了，说，杀人八卦秀内藏啊，将身且做中军长。杠浪前来，杠浪前来，杠！往后捉着一的渣，快走啊！杠浪前来，杠浪前来，杠！心中狂恼知过量，杠！做事不与谋商量，杠！怒气不问心，杠！把我杖闯，哎，丢山儿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谢谢吧，哎，那比给人卸车去还累呢啊！好家伙，不辛苦不辛苦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啊，都攒到最后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得
亲女不亲男，他这。谢谢吧。哎，刚才这个叫秦琼卖马，多不容易。这是个传统相声。哎，好多人说呀，我太喜欢这段节目了。是吗？这个节目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技术性都很高。怎么听出来呢？其实，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啊，嗯，这段是最不值钱的。嗨、哎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是旧社会啊，老艺人们、老前辈们在街头卖艺。嗯，中午我们仨吃完饭，吃完炒饼了，上街上卖艺去了。对，站在马路边天桥那儿，怎么就把观众叫过来听相声呢？啊，就咱俩站在这儿啊，这咱们说点相声吧，歌颂一下我们村长，没人过来听来。就是没村长，就咱们仨跟这儿假装疯魔，跟仨神经病似的跟这儿唱戏。哎，什么时候你们聚过来，这戏就停了，不唱了。你看来这么些人，咱别胡唱，咱跟大伙说一段吧。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是干这个用的，招揽观众。行业内部没有拿这当回事儿，就是。而且平时老演这就骗观众，哪业？哎，就是逢年过节了，咱们热热闹闹的一块玩的时候，嗯，哎，这就是起个联欢的作用，哎，团聚大家一块高兴。哎，刚才这个节目您也看出来，通过这个节目就看出我们两位老师这个活不熟啊。哎您老改，回头一想，咱们有好多年不说这个，嗯，可不是嘛。其实类似这个题材还有很多啊，还有仨人演的连环套《天霸拜山》，嘿，啊，还好多，就逮机会啊，逮机会，哎，都给他演了，慢慢的来，哎，对，爱跟于老师跟老千儿，我们仨人啊，好，就是他自己和，还是咱俩，那是，挺开心，挺开心，我们哥仨。嗯，在这行业里边也摸爬滚打好些年了，不容易，都熟悉，不是外人。我师傅侯先生，对，他师傅石富宽先生，对，嗯，那是范老师的徒弟啊，没错，范老爱吗？哎，去，别瞎介绍、啊。我是听观众们说的，他师傅是不是范老爱？我师傅招你们了，谢谢谢谢。老恩师叫范振玉，翻译你谢谢过来，他谢谢大伙儿，你这是。翻译过来叫范振玉，没翻译过就叫范振，不，没翻译叫范导。哎，我师傅一老头啊，你们爱看老头还干这个？干什么干这个？啊，范什么？范振玉啊，范山玉，山玉啊？什么？振玉，镇压在山玉啊？呼得慌不呼得慌？哎，你怎么知蒸完的？像话吗？大翻，好，谢谢啊，这就算一段。对，又算一段。现在到了这个，我们仨协同后台这些人跟大伙儿一块正经。好好的胡说的时候到了，倒是好好说是胡说，因为你这没办法，因为这个今天这场演出应该这是五队在这儿，对，德云相声队五队啊，其他的演员小岳他们都分别赶自己的那个演出场所去了，哎哎，高老师是把他那个今儿晚上那场他给卖出去了，卖出去了，把高老师留着，倒出去了，当然孙老师也在后台，哎，孙岳演完刚才那糊面那没走，嗯，因为后台有朋友张屠户来了给留下了，哎，屠户给留下了，得有副食，那是那是。一块聊一聊，一会儿你们想看谁，你们说一声。小饼啊，他们都在后台。嚯，哎，烧饼他们啊，罗云平这都在，给大家留会儿功夫。哎，留会儿功夫，时间不多，也就两分钟，所以咱们快点。好家伙，还不如别留呢。还挺开心。明天呢是这个相声精品专场，也是在这儿。后天晚上呢是单口相声专场，然后再转天呢这儿三场相声，然后之后有一个笑剧。哎，闭幕式。所谓的笑剧呢，我需要介绍一下。有人说，哟，这个词好时尚。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儿的时候，应该是在1930几年。对，那那时候很时尚。那个时候很时尚，三几年、四几年，中国相声界那会儿，逢年过节或者哪儿赈灾的时候，说相声聚在一块儿，咱们唱个戏、演个戏，当年就叫笑剧。哎，兄弟剧团。看那个老剧本、老报纸都这么登的。对，一直到后来就好几十年就没人再表演这种东西了。到后来，我师父侯耀文先生呢，生前跟我聊天，他说我真希望咱们能够恢复演这个笑剧。啊，展现相声艺人的多才多艺，但是很遗憾，先生去世了啊。是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准备陆续的把一些个传统的、老的一些个演过的这种题材都翻腾出来，让大伙儿看看这个新的啊德云笑剧。也希望大伙儿能够多支持我们啊，多支持。谢谢。我就报一个料，报一个料，因为这个我们唱这出戏叫《武松与潘金莲》，我扮演的是武二郎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哼。一点都不亏心。嗯，于老师扮演这个潘金莲啊。谢谢捧场，谢谢捧场。哎，进戏了这就。事关机密，我也不能多说，但是我只能透露一句话啊。于老师为了扮演潘金莲，已经购买了很多女性内衣啊。嚯！要不咱们现在就演吧。小时候你要不穿的那说的啊。真好，真好。得穿，得穿。嗯，好了。好了，按照我们演出这个后台这个规章制度来说，到这会儿是到了于老师演唱的时间了。哎哎，什
么叫演唱？让你演唱，因为都爱听于老师唱，是吧？就是嘛。你们今天有什么愿望？只要人在这儿啊，你们就尽管说。嗯、你说，小苹果，好好好好好。好好一说就有啊，这表演完了啊，还有什么？好，再来一斤啊，也就这一斤了。好，卖水果来了啊，卖水果来了。什么？哎呦，这有一行的剑阁文灵是吧？你是听山东快书的，你还是听河南？山东快书干嘛呀？京韵，京韵的是吧？哎，京韵大鼓，剑阁文灵，这是于老师跟骆玉生先生两位代表作。哎。哎但是因为我们弦儿有事儿啊，有事儿出去，一个大活人，刚才好好，你看现在走了，现在回家了，啊、回家了啊。那人要听，您给人唱两句也行。哎呦，清唱两句。剑阁文灵，没事，你要忘了的话，你努嘴，我给你唱话啊。你看多好，好吧，好吧。剑阁文灵，剑阁来，你唱第一段是吧？啊，行，那我上第二段啊。只要想得起来，那想不起来了，嗯。又叫马尾坡啊，马尾坡恰草青青啊，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嗯，好好好，来啊，开始，谁要停谁是那个啊。哎，好，也不是哪个，我您就着点我这调啊，您放心，您先唱怕什么呢？啊，不就喝来不了。哎哎，太两头大里灯腾腾里根隆的灯，马尾坡下草青青。好，还真不错，有点老太太。今日有村妃子领，东北大，嗯，我怎么接呀？这谁停谁是那个，不许停那个。提笔有诗，不，这来不了了。你看看，也接不上了。哟，那完了，这算表演完了，谢谢各位啊。好，我们这多省事。再点一别的吧，没对好这。岳云鹏啊，嗯，哪儿就怎么听出来的？他点同岳云鹏哈，啊，那个一块红布，咱们今天就别唱以前唱过的了，别唱以前唱。哎，咱们今天好好热闹的。好，大伙儿要真想听呢，今天刚才郭老师呢叫拉电三节百花下。点您这样来了，反正就三节百花巷。观众说了三节百花巷，我不干啊，我不干啊，什么就不干呢？你这是人观众点的，干什么呀？这说好了犯重大错误。你说三节百花巷，我想起我九岁啊，是几岁啊？啊，到我小的时候七八岁，评书开蒙。对，评书开蒙，老先生呢，他拿相声给我开评书的蒙。嗯，多难说。那会儿就是先学的什么五行诗。哦，五行诗呢，什么金木水火土，他每一句话有一个不同的动作，是拿这砸身上。嗯，平时闲着没事，我说您教我点别的吧。他拿笔拿纸，他就教我一个三节百花巷。这个一说这三节百花巷，你们都知道是吧？知道。常听相声的知道啊，就是学数来宝。一个老头一个老婆老两口子三大节拜花像要饭啊，但是现在这个节目在相声里边也就是五分钟，对，老头在我的老婆子就完了，小段没有什么可以，我学了那够四十来分钟，有我都忘了，别忘了呀，不是你得想这个道理，三节拜花像哪三节？嗯，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三节，嗯，这老两口子就那会儿化好妆，一个演男一演女的，我老头子我老婆子，五月节进这胡同怎么唱，八月节进这胡同怎么唱，唱全了这整个这活得四十来分钟哦啊，我真得倒不倒，我九岁，你像我今年我都27了，我这也是，嗨，您就是九岁红，我是您倒不倒，下次啊，但人观众都喊唱几句吧，要忘了就算了，好吧，哎好，你行，你得跟着你，我没这不唱，我在后台我跟他倒磨过啊，我跟高峰我们俩人算是这个王派快板的传人，你瞧多不容易，他是高派，他属于是高峰的那一支的，对对对对，我承认了，现在你承认管什么？我拿的这叫撒拉鸡，撒拉鸡也是那个击节乐器。对，一般的你们看跟我这都不一样，
我这样太没背我了。第一是斑竹，第二上面背着九个叉，这叫龙生九子。哦，哎，他们别人拿那是带着那个十三个绒球，那叫南七北六十三个绳，那是正式要饭的。我这是皇上给的，不一样。业余要饭，那也是要饭的。看我这碎的跟他们不一样，黄色的啊。哦哦，黄色的，不好买。高老板贴着板吧。我这是红色的。哎，这不是你，你是消防队的。哦，咱这可是开始来了啊！不是你们这叫绑架，知道吗？哪儿就开始来了。啊啊啊这改木匠了是怎么？好好来不来？来不来？主要听唱啊！我忘了老高替我。谁呀？您那词儿我可不会。我这词儿我也不会，我都忘差不多了。现编的。我今年九岁，你算。甭提九岁。嗯。五月节吧，好吧，我还能想起几句来。五月五，这个进阶来，鸟为这个贪食人为财。鸟为这个贪食飞天下，这个人为贪财拜四该。这边拜这个天王庙，这边拜这个帝王台，左边把这个烟花像，这个右边是那个张王李赵大发财耶、哎！啊，嗯，拜了他不拜你，你说我俩没道理；拜了你不拜他，你说有钱不给花。给一点我就动身，我这个走遍天下不变心。人要忘心天气寒，孙膑中这个庞涓剑，马龙道士师不全。还挺哏儿，你看。哎哎，我叫老婆子跟我走，怎么一到大街拜朋友，千千万那个万万千，千万的别给我丢了丑。来两句。你要到你了，快！来来来，快点啊！我听老头子说胡话，我听老头子说胡话。那奴家有话听真牙，脚又大，脸又花，你要奴家做什么？哎，你看看。想起来了吧？哎，你多好你啊！叫老婆子，你听清，有那个地痞流氓害人精，他把这个婆子弄家去，生个儿子叫高峰。